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莲池海会。
Oh, man.
所依者得一如是诸善善能聚会一处舍利弗，不可依照生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。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起人念命中是阿弥陀。现在即前世人中是行普天大吉的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。我今是离故说此言，我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。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同发弥陀阿处弥陀须弥相佛大须弥陀须弥光三宝。